春草地走来，给您带来的是一片丰满美丽的云彩。生活在牧区的藏民族，女性装束以镶边长皮袍为主，以华丽珍贵的装饰，花样多变的头饰，都为豪放中不失柔美。独具风格，喜穿与绸缎相以花边制成的白褶裙袍，十分喜爱银质的装饰品，显得端庄而柔美。
一下，说这里是哪里。好来，那我还是该伸出手啊，大力。刮不断的风雪，哦，解不开的冰封，哦。无尽头的高喊，就叫他做长空，千百年的沉默就叫严冬，守不住的期待，停不下的骚动。他今天是满德啊，就叫他做火种，孤独的雪莲。这个十五的时候带女朋友带老婆来这边欣赏月亮啊，它有三个月亮，天上一个，水里一个，还有一个月亮在哪？哇，这个对的，哎，我们现在看到谁最老？鸟儿在水中飞，鱼儿在天上游，哎，这种情况，哎，这种情况，这个情况，你看啊，树在水中生，啊，水在树中流，人在画中游，啊，九寨沟的美景就是这么回事啊。还有说实在，像昨天我们那个靠边。游目飘渺，去向万家。我现在开始要跟你在一起。我们的汪先生，为国捐躯了。对。喝酒喝酒，这是成对。啊，那好像昨天晚上，今天晚上喝酒，就是
来第三了。还有亚裔也进来了。我的歌声啊，还有越南的鹿龙湾就是什么？就好像在国画，要去越南那个下龙湾是吧？对啊，鹿龙湾，你是北越南越？对，下龙湾。这张倒影在哪边？好好啊，啊，这么鞭炮。许多的欢乐留在你的帐篷。Oh,
Thank you.
没准工作火堂跳起了欢快的舞蹈，久而久之。
久别不走远，漫漫风沙找寻我青青的家园，羚羊在流浪，哦流浪，星影在盘旋，哦盘旋，栖息的森林早已不见，是谁在伤心，谁在呼唤？扬州扬州，那个扬州，扬州扬州，那个扬州，何时才能再现我故乡？像那往日的容颜。
向往。真的啊，
雄鹰在蓝天上飞翔，飞过草原，飞过山
出来了。是没得打麻将啊，那么轻松哦。哎，这还没得事啊嘛，哎，该我去玩了。啦啦啦啦啦啦咿呀咿啦咿呀。这惨了啊！惨了。
生命的春天，是
真好真好。您的春又是一个艳阳天，喜马拉雅的笑容多灿烂，历史的风驰一起走进纯净的田里，又是一个艳阳天，喜马拉雅的阳光多娇艳，那曾经许下的诺言永远珍藏在我心间，那曾经许下的诺言永远珍藏在我西安，我从来不照相，看了那太多地方了。喂，等一下，黄冈最高峰，所以说到黄龙真的是到这个地方去到。大家在唱歌，这个没有当过。心中呼唤，这是沧海的故事。你看，不只是多情意图，我和我九寨，我是九寨的儿子。我和我九寨，我是故乡的全部。而且这天边呢，就宛如是这个七色彩桥的桥墩啊，宛如是七色彩桥的桥墩。所以说，就连这个建造者啊，当时没想到建造啊建成以后呢，啊就会有这么如此啊，这些丈夫呢，就是丈夫同胞呢，也就出租给出租给来往的游客这些散客啊。来居住，来体验一下上述讲到的这些游客的生活。我所有的一个都是你。
打开，不要打。你自己在这边表演。